都这样个，哎，困无好，我认为算正常。啊，若困有好个，算应该幸福。因为我来台湾八通街啊吼，第一暝我拢困无好，因为我过坡拢会袂习惯。那么，进前迄个木栅动物园迄个啥熊猫，伊最近这半个月若睏无好，啥物原因你知无？因为元宵大家拢要食圆啊，啊伊个名叫做圆啊，吼啊大家拢要食圆啊，伊烦恼卡拢睏袂去。好，那么我想到讲一个马英九的故事哈，就是讲有一个人，伊拢专门咧饲猪啦，啊，拄啊迄个马英九的幕僚选了讲，后尾去伊的农场参观安尼啦，啊，即马来到。马英九了，迄个主人甲请我，啊，你行头前。啊，马英九客气讲，啊，你主人吼，啊，你着坐头前，甲阮引出。啊，因为迄个主人吼，伊平常时拢赶猪啊、赶鸡啊、鸭惯势。伊煞甲因讲，无啦，阮拢惯势行伫前生的后壁。啊，即马到伊头，着拄几道请马英九。啊，有一道菜，佫叫做迄个炕炖鸡啊嘛吼。啊，即摆我叫着红叶着叫着鸡脚，吼，伊拢甲讲到讲偌好听咧，讲哦，这个凤爪好，凤爪。啊，另外迄只着变硬哦，迄个主人食啦，啊，主人甲因讲，啊，无啦，阮无咧食鸡脚啦，阮拢留狗食啦，伊原来饲狗啊，伊讲阮拢留狗仔食，安尼。都做袂晓应对，安尼吼，好，安尼笑笑也毋知有请无吼，若无请，加笑者，好，拢有请好，安尼开始上课哦。来，咱继续，咱即马咱伫新竹遮乐山这个所在有一个雷达基地，先拿来挂美国国旗，吼，咱来思考看卖。即座旧年才开始运作吼，当时即马即个叫做铺路爪雷达是美国上新的长程雷达吼，伊个迄个辐射侦测半径是差不多3000公里，会当射伊到中国的内蒙古，包括北韩啊，所以北韩咧试伊个大浦洞飞弹啊，即座拢接收会到哈，征收会到。那么，这当初你起的是预算差不多300亿台币，是咱台湾人纳税金钱，吼，啊，予美国带这个乐山市，新竹台湾海拔2650公尺的高度呀，所起的。但是这2008年，马英九选了中华民国这个刘鹏总统了，美国的烦恼都。要求讲，中华民国你还阁追加差不多100亿个预算，到400亿，啥物原因？迄100亿要开，就是要开即个雷达站的一挂，也就是机密的防骇客入侵的这些设备的对啊，哈。因为真侪消息，伫中国人在台湾主政的情况下，拢会流泄去中国去，哈。所以是安那最近即。几年，美国拢无爱卖上新的武器哦。中华民国就是惊中国人搁个上新的武器，迄一个资讯，哦，遐个资料拢要留去中国去，都要中国模仿安尼。那么这组雷达是那起好了，台湾人出钱所起的，啊无挂因所谓中华民国的国旗，等于说挂美国旗的只，这代表讲。美军咧掌控这个所在嘛，吼、哦，台湾人开遐济钱，吼、哦，就总讲中华民国抽咱的迄个税金钱去起的，结果美国咧使用，
伫内底咧操控的人员拢美国人，哈、啊。啊，中国兵是顾伫外围，哈、啊，上外围是中国兵咧顾，啊，内底嘛是美国人咧顾，哈、啊。好，啊，咱来看讲，到底对一国咧替台湾的渔民咧富裕，哦、啊，你看，你会记讲，去年屏东小琉球这个一个船长许菲律宾的公务。船吼，因拍死，啊，造成台湾人的愤怒吼。菲律宾这款，咱迄阵认为讲是三流的国家，竟然会欺负咱台湾，哦，你照讲咱的武器，哦，伫世界来摆吼，我那摆二十名来吼，是安怎许这款龙王国家咧安欺负，哦，啊，所以民怨四起，所以马英九就大清派迄个海巡署的，这个德新舰迄类的吼，台湾人也无欢喜。你派迄款的，就敢若结战部队尔，毋着军舰爱驶出来，啊，真正就驶一只基德舰出来。结果你来看，美国国旗挂伫上顶悬，中华民国车轮旗挂伫半中层，这表示讲这只船啊是美国人咧控制，吼。有只会当看出讲是美国。确实咧保护台湾的，毋是中华民国吼。那么中华民国三军咧，伊战争的时阵咧，指挥权是美国，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首领吼。所以伊甲中华民国陆海空军，也即个总司令部拢裁撤掉，啊，即马就是美国的司令部直接咧掌控。那么美国贺电吼，你若选到流亡的中华民国的总统，拢爱接到美国的贺电来给你承认啊。即拄啊，敢那像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一号，和蒋介石同款一脉相承，一个迄个任命的任用书的对吧？哈、啊，咱来看讲2004年319枪击案发生了，陈水扁有。打电话给这个廉政总座如讲，啊，发生这款代志，明仔载要选举啊，咱敢要搁选，是毋是来停止？啊，阵连宋合作会哦，伊当作讲稳赢的，都无要紧，明仔载继续选，结果煞输20000+票，甲换算拄啊输0.228，哇，再感觉二八事件就是数据开始下吼，啊，所以。安尼情形下，那也足唔甘的，唔甘愿，所以霸占这个凯达格兰大道，占了几礼拜。啊，而且，迄阵中选会一直拢无公布，啥物人着中选哈，拖嘛要一礼拜。那么，阿扁迄阵跟美国在台协会的迄个理事主席叫做夏新哈，迄个查某的哈。伊就甲问讲，啊，是安怎白宫拢无贺电来？夏进就安那敲电话等于白宫问，白宫甲回答讲，只要中华民国的中选会如果那甲迄个当选公告打给你，半点钟内白宫的贺电就到。吼、哦，啊，即嘛中选会就真正要去打这个当选公告，公布讲是陈水扁中选安尼个，啊，那也嘛。伊嘛有情报系统吼，外交系统嘛知影这个消息，因就来围攻，不要这个黄思成来打这个当选公告 ，QQ 六六嘛是打起，来打起水向贴起，但是打起咧瞬间，人个摄影机哦啪啪啪就翕起来，就甲这相片寄去予白宫，所以贺电半点钟来就到啊。这个贺电一个到位，那样就知影讲，美国已经承认。陈水扁是伊伫台湾所认定的这个领导者，吼，所谓中华民国总统，所以因就知影讲大势已去，割乱无效，割乱是加歹看，所以就准退咖，吼，准撤退。为遮你嘛会当看到讲，美国确实正港的头家，好吧，我那加用一个例讲，就当作讲，吼，美国。一个公司，总公司，比如讲咧卖迄个
素食迄个哈，我像卫生纸山迄个无，迄间公司美国总公司，啊伫台湾开一个分公司，那么伊派一个总经理来台湾管，哦，较早是派这个总经理叫做蒋介石，哦，啊即马都因为民主自由哈，已经开放互恁台湾人选恁家己的总经理，啊你即马选着啊，选着陈水扁。啊，美国爱发一个聘任任用证书来，就是这个贺电的意思，好安尼来承认讲，啊，你会使做我台湾这间分公司的总经理，好，啊，我给你派一个任用证书给你，哎，所以美国是正港的幕后的主使者，啊，会使讲是头家啦，哈，好，啊，当作那呀，迄一礼拜吼，拢咧等白宫贺电，哦。迄个一个石头安尼伫心肝内，一直爱贺电搞，迄条石头较落落来呢，吼。我安尼来看美国军事基地，来做一寡对比，吼。菲律宾，吼，有一个克拉克空军的基地，佮有一个苏比克湾海军基地，过来。琉球有一个加索那空军基地，嘛有一个普天间基地，哈，啊，古巴有一个关达纳摩湾基地，台湾有一个清泉岗空军基地，啊，你注意个看，这个基地拢美军所设的，啊，这个土地你注意看，拢有美军占领过，哈，菲律宾嘛是伫含古巴。拢是美国跟西班牙战争了，菲律宾割让出来，啊，古巴是西班牙放弃啊。啊，那么琉球甲台湾拢是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咱的日本战败，所以琉球甲台湾拢由美军占领，所以因拢伫遐会当设只基地，好，你只会当看哈，这拢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所设的军事基地。哦，确实，咱台湾是被美军占了哈。啊，无美国你若唔去中国设基地，还是你去俄罗斯设基地，无啊，因这两个所在无有美军占了哈。OK， 好来，那么依照国际战争法的规定哈，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好，咱以伊拉克为例。唔是讲你占领就是你的啊，哦，这嘛爱阁照国际战争法哈，哦，来规定来做代志哈。伊拉克伫2003年3月19日，英美联军去甲攻击伊拉克哈，5月7日就对伊拉克完成军事攻击而进入善意的占领期，啊，哦，这个也在对比讲当初。1945年10月25日，麦克阿瑟命令蒋介石就派个部队来台湾举行投降典礼。迄刚开始，就叫做善意的占领期，就是已经无咧休战啦，啊，停战啦，吼，啊，做一个投降典礼。啊，这个同款，吼，迄刚就是已经拢完成了，等于伊拉克投降啊，啊，所以进入善意的占领期。好，那么5月2日的联合国。承认英美联军的临时管理当局，就类似即嘛台湾治理当局。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，是美国承认讲中华民国哦做基础的，即个成立所成立的台湾，伫你当中美国有承认哈，同款即个英美联军的即个临时管理当局嘛，是由联合国甲承认讲你会这样待啊。使用你的占领权来管理伊拉克这个所在，哈，好。但是2009年4月30日，英国军就降级撤军，哈。那么美国伫2011年12月15日，美军嘛降旗撤军，干那捞200几个人做伊拉克的军事顾问，哈。啊，你甲想当初。2003年发动这个伊拉克战争，美国伫账面上看得到的是开3000几亿的美金，
美金那三千几个，都差不多要代表，要一万亿啊！哈、哦，开遐侪钱啊！实际上，唔拿开遐钱，迄到七八千亿以上啊、哦！开遐侪钱，结果占领了，你爱去撤军了，也袂当移转主权，伊拉克也袂当变作美国的第五十一州，啊是咧拍废刀啊！啊，其实这个国际战略规定就是安尼。即嘛是较文明，唔是像古早占的，就是你的拳头要较大，若拍赢，就甲你占咧。吼、哦，唔使，袂使，即嘛已经袂使，因为你若讲拢用武力做标准，拍赢就变你的。啊，若安尼全世界，若认真要讲，若美国要拍，全世界拢输，安尼全世界都要剩一国，叫做美国。吼、哦，所以袂使吼，所以国际战争吼安尼规定，军事占领。不得移转主权，这个是咱秘书长常咧讲的。来遮上个上重要爱知影两件，第一就是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所以咱台湾甲澎湖，你搁中国来甲咱代理占领占较久，也袂变作中国的。啊，你搁美国轻轻入来占领琉球，伊嘛袂使一直占领，嘛袂使讲占领久就变美国的，到尾也嘛是爱幸福。日本对吧？就跟他讲，蒋介石只是迄个美国派来，比如咱台湾，你甲当作一栋大楼，伊迄个美国甲派来做大厦楼卡迄个管理室的管理员。啊，你来遮做管理员，做六十八栋，袂使讲管顾讲啊，这栋大楼煞变恁中国吼，你蒋介石袂使嘛吼。嘛袂当讲你刚租一间厝，租六十八栋，租久讲，嗯，即间即马变我个，敢袂使安尼？安尼，大家都厝拢唔敢租人啊，租错拢变别人个，吼、哦。所以君主占了不得移转主权。啊，另外一句叫做“流氓政府不得就地合法”，哦，这两句上重要。你着想讲，你既然战败，你国共内战战败，你逃亡离开你个国土。去到别个人的国家的国土，叫做流氓政府。啊，流氓政府伫去到别个所在，不得就地合法，因为迄毋是你的国土。都像法国，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个德国占领，因为带到了将军，带领一部分的军工教人员流亡去英国的伦敦市，好吧？还就是法国在伦敦。French London， 啊，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，诶、欸，嘛，伫台北市，叫做 Chinese Taipei， 啊 ，Chinese Taipei 其实伊原文是搁较长吼、哦，是 Chinese government exiled in Taipei。你注意看，流亡拢是一个国家的都市，袂使，伊袂使写像法国那流亡去伦敦，伊袂使讲 French England。啊，袂使讲是法国流亡在英国，袂使。刚才讲英国内底一个都市叫做伦敦，同款伊流亡来中华民国流亡来日本大日本的台湾，伊嘛袂使用台湾这个土地理名词，刚才讲用都市就是 Chinese Taipei， 所以中国人拢甲咱骗 ，Chinese government exile in Taipei。以及出头前 Chinese 阿伯的台北人，或者 Chinese 台北，全文是中国人的流亡政权流亡在台北，简称叫做 Chinese 台北。啊，啊，你哪要上网？你 Google 点管哈，一个维基百科啦哈，还是维四大词典来的？你个拍 Chinese 台北，伊就会规拢出头拄我讲的遐字出来哈。那么，美国军政府委托中华民国政府占领台湾已经六十八年，啊，因为咱秘书长伫2006年十月二日控告美国，哦，啊，这个案件已经有判决。那么，解读对台湾军事占领的日子应该无偌远啊，吼。啊，即卖就是讲，伫八月六月至八月今年，吼，这个美国在台协会，吼，应该起火啊，哦，这是一个新的那个大使馆。啊，这全世界开上侪钱的，
吼，占地差不多七甲，差不多两万平。吼，啊，这个所有咧起的这建材，拢是美国运入来，原装进口运入来。吼，啊，拢是迄个美国人家己咧施工。台湾伫台湾，这个工人是干那做外围这个围篱啊，吼，围墙。那么美国军政府叫咱爱发这个台湾，哇，身份证哈，台湾政府啦，这拍唔对。那么咱来看，这个真重要，就是讲，这有一个分类，吼 ，class， 只有本土台湾人才能摕到这个分类。啊，你若流亡在台湾这中国人，吼，伊来申请，那我来听会，但是伊这个分类就写 CE。C 就是 Chinese， E 就是 exile， 就是流亡，就是难民的意思。吼、哦，因是难民的身份，啊，咱是本土台湾人的身份。那么，干那以后，咱台湾民政府执政了，都要摕到这个身份证的人，这个证迄、那个分类人，才有资格做公告人员。啊，你注意讲，啊，太无军，哦，咱迄阵就无军队啊，迄阵就爱美国负责台湾的防卫。啊，以后都要有这个身份证、身份的人，较有资格参选，哦，包括你去做比选，还是去投票。中国人呐，西裔的身份，伊无资格去参选、去投票，所以以后台湾的选举就是咱本土台湾人咧家己选，哦，台湾的政策就是拢咱台湾人家己咧决定。迄阵就无男女对抗啊，哦，都敢若讲。你去美国，你敢那摕到绿卡，你有居留权呐、啊，你无资格选美国的总统，哈、哦，安尼你知影意思无？伊无投票权的对吧？哈、哦、，OK， 我说这真美国叫咱讲要发这个台湾政府的身份证，哈、哦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哈、哦，特别甲咱台湾人跟中国人分好清楚，你中国人就是难民，啊，台湾人本土台湾人以后执政是台湾人。TW 身份的人家己咧决定台湾的前途啊！啊，咱这是法律依据是依照这哈，我都有应该放大哈。依据万国公法啊，政法、古金山和平条、台湾关系法啊，啊，甲美国军政府管辖台湾民政府的参议院所通过发布的《台湾公民权利法案》啊，恁啊拢有发本地啊，就是啊。一本足重要，恁来当好好读一下哈。迄、那个红色一本哈，这个红色这本，咱台湾人有啥物权利？哦，他们拢会写伫内底。啊，你有啥物，你得爱有啥物资格，你才会当摕到咱拄啊这个台湾政府所发的这个身份证。哦，这足重要。哦，嘿，啊这你若要去讲解说，有时啊你着拄着中国人。啊！这中国人有可能对咱台湾真友善呢。啊，譬如讲金恒伟教授这款呢，哦，或者是讲像陈思梦，哦，因这，伊那个咧问讲，啊，我对台湾嘛，我嘛真爱台湾，啊，我无伤害台湾，我拢咧替台湾，哦，替日军呢咧招状，啊，我买来请会使摕到 TW 身份嘛，我那 A。但是爱有时间，吼、哦，对咱可能爱甲观察六年，吼、哦，啊，确定伊拢无违反咱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内底所讲的，安尼，咱会当会转换为 C， 伊大声来请，即摆伊若来请先提 C， 互伊六年以后，那咱观察了拢无个违规，咱爱叫伊来宣誓，吼、哦，咱也当转换做 TW 的身份，哈、哦、，OK。这另外有一个，讲上帝关这个门，伊另外开一个窗，吼、哦、，OK， 好，好，这个美丽的台湾哈、哦，你有水无？台湾有水无？啊，你有爱台湾无？有吼、哦，我嘛爱台湾，但是我听讲胡锦涛跟习近平嘛足爱台湾的。啊、怎么办？大家都那么爱台湾，啊！啊，真可惜，台湾就敢那讲一个水姑娘哈、
可惜虽然无水命，人人争着爱吼，啊，用要防五马分尸，吼，啊，美国牵这个手，啊，中国牵这个手，啊，日本摸头，吼，我较早个荷兰的、西班牙的吼，拢爱，啊，结果。哦，这个是我2008年10月23日，吼，伫南台湾，伫这个温州的东平这边，吼，伊爬山啊，所以爬，我无想讲，啊，五冬后我会用到这张相片，啊，这海边真水，啊，拢无污染，吼，因为这边拢无啥物工厂啦，吼，无，所以就无啥物污染，啊，这看来足自然，但是我若无讲，你可能唔知道。咱台湾拢一直拢咧放做基地，哈、哦！啊，你注意个看，这个就怪怪啊，哈、哦！你看看这种作主人的这曲线来到这煞变平，这就是九鹏湾的这个飞弹发射基，试射基地的，哈、哦！你包括新加坡因的飞弹要取消，我那把提来这取，哈、哦！台湾都一直拢咧用做基地，都为荷兰人来，伊家做伊个贸易基地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卖落皮，吼、哦，都有只叫原住民去掠鹿啊，啊出鹿皮，啊，因迄阵早期无即款防寒衣嘛，拢爱去皮衫，啊，所以荷兰咧伊是足寒冷个所在嘛。所以来做贸易，啊，台湾迄阵呢，入口比人口较侪，鹿啊比人较侪，对吧？啊，咱较早咱的原住民哈，早期也无冰箱啊，啊，所以因足肉重的啦，那想要食肉吼，啊，就去掠一只鹿啊来，啊，一家伙还阁食袂完，迄鹿啊大只，所以因有无冰箱去，所以因。就发展一个叫分享的制度，分食，就是讲，今仔我掠到，阮兜掠到，啊太太啊，就分落大家厝边隔壁，大家做，伫今仔日伊来甲食掉，啊无明仔超生歹去啊，烂去啊，吼，叫做分享的制度。啊明仔话，另外迄兜掠到，哇，阮来因兜倒食，所以有这分享的制度。啊，说，但是这个制度说，到尾也发生一个歹处，大家拢无爱去掠鹿啊，大家拢咧看，单看啥物人去掠到来啊，食得好啊。到尾，因为这帮食啊，帮忙吃，帮食哦。啊，说不要说，到尾也说帮无所帮啊，无人掠到啊，大家拢我咧等你，等你去掠啊，伊也咧等我去掠，大家大了腰，到后来说帮无可帮，都无人来吃。啊，这就是类似共产。共产制度的坏处就是违反人性啊！啊，我足骨难做的，结果吃大锅饭，食同款。啊，我病都无，病无意思啊！啊，规日大家拢来浑水摸鱼啊！吼，啊，所以到尾啊，共产制度，伊的粮食生产会少，到尾枵死人就是安尼啦。拢要等别人的成果，我要来食伊的成果安尼。好，啊，即马。荷兰人来，叫咱原住民去掠鹿啊，掠到尾啊，鹿啊，掠到尾了，哇！即马鹿啊，煞变保育类啊，本来比人较济，啊，所以全世界上恐怖的动物叫做人，吼、哦，人。所以所有的动物看到人拢爱走，伊知影讲人无走包死的，吼、哦。啊，你看荷兰人来，伊甲台湾做伊个贸易基地，吼、哦。啊，个种甘蔗做糖安尼吼，好啊！即嘛换电线工来，台湾变个反清复明基地，好不好？好啊！电线工又代清消灭了，代清派官员来台湾，好讲，即号做捞钱的基地，因为一句话讲，三年官两年满，代清作惊讲派来即个官员啊，一直做甲死用，会变做即这个台湾。台湾王就对啊，后日来要阁反清哈、哦，所以伊拢规定讲，你个中国派来官，干那会当家己来呢？派伊个查甫个随从，无囝拢袂当来，无囝留在大清那边做人质，吼安尼来。好，
即马，换日本人来吼，只要战争了，摕着台湾，日本来，哦，伊发现讲台湾真正报道一年有三收，日本吼，若较北边像北海道，一年收一届尔，台湾会当布丢啊两届，啊，寒天会当种大豆杂粮吼，繁殖啦吼。啊，所以这边伊个南进基地啦，云南呐，你若要发动南太平洋战争，你爱有粮草啊，因为有一句话讲“三军未动，粮草先行”。好，你爱有近八九个粮草，你才有资格发动战争。因为战争嘞，大家都无用咧烧钱，无时间过来争做啊，吼啊，所以摕到台湾了，日本较有发动南太平洋这个。租给的对吧？迄战争即租给，哇！啊，即马战败了，麦克阿瑟命令蒋介石派伊部队来，啊了印刷国共内战书刷，拢规个走路来台湾，哇！台湾煞变中华民国的反攻抗日复兴基地，啊，拢从四百年来拢咧做人的基地，吼、哦，所以真可怜吼，虽然无虽命，吼、哦。那么咱一直要互咱。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吼，啊，就是希望讲，咱台湾人家己爱觉醒，对台湾的法律地位，吼，的情形拢来，咱来了解，咱犹阁是大日本帝国的台湾，吼，啊，大家莫忘记，莫讲讲啊，对民进党遐独派的话讲，台湾要独立，你独立你就要跟美国，啊，是跟咱的日本天皇作对，吼，因为这两个犹阁是咱的头家。好、哦，我怎讲诶？一个是所有权人，一个是债权人。好、哦，啊，咱袂使不讲国际法理。咱咧做咧讲诶，法理，国际法安怎规定？咱来照国际法。国际法敢若是一个世界通用诶交通规则，红灯就是停，绿灯才会当通行。但是较早我捌听讲，中国迄边早期讲，因号做红色中国，因诶旗啊拢红诶。因为红灯会使行，绿灯爱停。我捌听这個故事，哈、哦。好，啊，那么需要大家继续做伙拍拼，哈、哦。啊，大家好好来了解咱台湾民政府，哈、哦。啊，新台湾论绝对爱看，哈、哦。爱、啊、的国民权利法，我那爱了解者，哈、哦。啊，时间的关系，我今仔讲到这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咱下课休困10分钟，啊，下课休息10分钟。